个办公室新来了一位经理。我在哪儿？跑什么呀？麻烦你看是我女朋友。这样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双倍赔偿，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可以这么对付老四吗？这还不是公司高层的意思？你听我。有事对不起。你这么一折腾，整个公司上下冒多大风险是不是？请你离开联盟，听哪不合适？我还有事，你请联盟。我希望你能够再认真的考虑考虑。你总要学会逢场作戏吧。我以前还是单身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？你要抓紧时间办这个手术，但是这个手术费大概需要50万左右。我们分手吧。我需要钱。真的。不要再为我等了。就让他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。不想再去感受世界这么大。